悟者，所观之境也；歌者，能观之智也；知者，所显之地也。一心三观明格物，一境三地步，令隐晦明智之，不可以智之谓空观，格物谓假观也。唐六分物破之，了之五谓百法，皆无实我实法谓物格。转第六十谓妙观察智谓知智，转第七十谓平等性智谓一乘，转第八十谓大圆镜智谓心正，转前五十谓成所作智谓身修。一身清净故，多身清净，乃至一世界清净故，一切世界清净，为加其国治天下平，只以物格功夫到底，治之之学，使无亏欠，是谓就近不离于初步也。